作为原则，我们一贯要求美方切实尊重公平竞争原则，遵守世贸组织规则，立即停止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。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，维护自身的正当权利。关于你提到的有关言论，我想问问美方这些话到底是在说中国还是美国自己？